OK， 欢迎到Morning Call 时间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玩 Roleplay X3 啊 ，Rock'em X3 啊，继续玩哦。踩到我的椅子的那个控制杆，我刚刚往下掉了一下。好，我们就继续玩。那上一集我们收集完全部的装备，好像是那个，我快来检查一下哦。对 ，Life Up 啊，然后 S Tank 啊，然后所有机器人啊，什么东西都拿了。所有的那个对骑 Lightning Gun 嘛，对，骑乘装甲。都拿完了，所以现在是一个蛮状态的状态。虽然我的命条好像还不是最多的，应该不是命条，我的机关数不是全满的，不过就算了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多普拉城攻略吧。那原则上，我会希望能够一集一集录了，就是一关一集这样子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可能太久，所以就。对，但是可能就我就看情况，但是至少第一关我会希望一集一集录这样。啊呜！可恶！嗯，哎呦！作战就爆炸太久了，哇！差点死翘翘，才没那么容易输呢。哦，那这边我想存个档哦，这边还蛮容易死的，对。这边是一个还蛮容易挂掉的地方，因为上面是那个，对，上面是这种东西，还蛮容易死的，所以我就想存个档，哎，让自己多保点血啊，也还好嘛，一下就过了。哟西是啊，你知道吗？当我每一次做这种最坏打算的时候，然后我都很容易就过去了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世界在跟我作对吗？你是想跟我作对对吧？我记得这附近好像就有。小光撞在哪里？我真的忘了，这我是不是已经路过了？好像是。其实没有没关系啊，只是好像，只是好像，我真的有点忘掉，到底是这里还是下个地方？好像过头，哎，过头了。好了，没拿到，没拿到黄金装甲就没拿到吧。对对对，我搞错了，不是这边，前面那边一堆刺的地方其实就会遇到，对，我没有遇到，我弄错了，应该是啊。好像刚前面有个地方是可以直接掉下去的，哦，噔噔。居然配合这么漂亮哦！你们真厉害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啊，这里啊，看不到，赚，看不赚点命的一下，我不是太想吃一罐了。哇！我想赚个血量，赚不了啊！哎，好心一点啊，给我一个补血了吧。
我有了，有了，我怎么不慢了？耶、yeah, 哈、啊，呵呵呵。对啊，这里啊，哦有了，哦还是有，没有弄错，没有弄错，就这边了。X 啊，我给你超级晶片四组装啊，就是黄金铠甲。说真的，除了银色我真的觉得太亮以外，其实这真的还蛮强的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监视一下金黄色 X 吧。啊，按错掉。哎，这样。虽然其实黄金铠甲有些东西其实蛮微妙，不过它最有用应该是那个战，它其实黄金铠甲最强其实是那个站立不动补血这一点，这样。因为它其他部分像是这个黄金护盾，好，黄金护盾其实跟蓝色护盾差不多，有在更强，几乎无敌吧。然后护盾状态几乎无敌样子，但手甲的比较微妙是就是可以一直使用最大集气这样子，是不错，但是它真的微妙。好，故意攻略比较慢一点，要把这些关下来玩玩了，对吧？嗯，哦对，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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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安。多普拉大人士，好好打这些神兽了。因为如果不打他的话，我不打他的话是要打那个。如果不打他的话，其实要打那个长毛象，不是我去打那个大象，不是啊，卡剑啦！不要卡剑哦，这团卡剑了。等下，奇怪，什么状况？等下，收购，这人讨厌卡剑啊，什么都没做，卡剑啊，卡得好严重啊，又来了。为什么每次在这种最关键时候就会卡剑？是我录影的关系？我不懂 ，I don't know。然后再一次是不是？好吧，我本来以为是他就不会讲话了。哦，他不跳，为什么不会跳？我按到手啊，按到手不会跳。不要老用这一招啊！不要老是用卡剑这件事情让我一直死掉好吗？这样不厚道哎、欸。啊没有，这是我自己蠢，对不起，这就是我的错了，啊，我是不会逃避责任的，对。好，最后我希望就用 X 飞弹一决胜负好了。好了，打不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种事情真的很常发生的，呵呵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实况这边结束哦，只花九分多钟，对，一集不要太长。那再来是多普拉城二，好，那我就说想一关一关录，但是也不会这么的，我也不会拖太长，这样基本上应该会是第二关、第三，然后再是 Boss Rush， 然后最后
Boss Rush 结束之后，应该是跟多普拉打。最后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第三关是跟多普拉打，然后再来才是 Boss Rush 跟西格嘛。我记得是这样子，我记得是这个样子，对。记性真的不太好。OK， 那么今天的时光这边结束哈、啊，希望大家看的还可以哦。觉得力不从心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自己玩都还好说。好 ，OK， 那么我们开始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OK， 拜拜。